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看下一段经文：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揭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厄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36愿，教化随意愿。法藏比丘说。我做佛时，所有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者，究竟必定得到一生补处。除了他们的欲实践本愿，凭着坚固弘誓愿力教化一切众生，使众生对于佛法都能发起清净的信心，劝导他们修学觉悟的行为，进而修学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求愿往生极乐。就是说，这些菩萨即使是示现到他方世界教化众生，也不受六道轮回的苦报。他们或者是示现说法的身份，或者示现听法的身份，或者是示现神通利益众生。无论示现什么身份，教化什么法门，都能以种种善巧方便令众生随意修习，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引导众生往生极乐。菩萨的弘誓愿没有不圆满的。如果以上两愿，就是一生补处愿、教化随意愿，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成佛。本愿，菩萨在成佛之前所发的大愿叫本愿，披红饰铠。披，在这里这个字是背，但是读的时候要读成披。披红饰铠，它同那个提手旁加个提字的那个披。红饰是指似红饰愿，铠是铠甲。这里比喻菩萨以弘誓愿为铠甲，出入三界六道，教化一切众生。看下一句经文：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每一个人的意愿都有所不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容易相处的原因。虽然是同在一个道场，还搞勾心斗角，搞人是我非。菩萨的意愿也不相同，有的菩萨要先度众生再成佛，有的菩萨是要成佛然后再度众生。前一愿呢，是先度众生，后一愿是先成佛。比如说，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代表的就是先度众生后成佛，不能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都好。可是如果没有往生到西方世界，你发愿先度众生后成佛，恐怕是你没度得了众生，反被众生度了。所以还是先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以后再度众生，这样更有把握。下一句，披红饰铠，这是比喻，就是说他很勇敢，可以到六道三途里去度化众生，教化一切有情。十方世界有许多等觉菩萨还没有遇到这个法门，所以不能圆成佛道。你如果能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你就度他了。所以可能是其他的法门你讲不过他，这个法门他讲不过你，这就是教化一切有情。你有本事度九法界一切有情，包括菩萨在内，这样度众生的能力其他菩萨比不上，这也是极乐世界第一殊胜之处。说到这里，可能有同修疑惑，说等觉菩萨我怎么能度得了？在这里说的都是真话，因为有好多菩萨他们还没有接触到这个法门。如果你把这个法门介绍给等觉菩萨了，你就度他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下一句，揭发信心，这是极乐世界的菩萨道驾慈航度众生的目标，最浅的目标是信。菩萨有能力让九法界有情对这个法门产生信心，当然也得具备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是众生根熟，第二是弥陀威神加持，我们才有能力教他们听了之后产生信心。下一句，修菩提恨，真信，真正发心，真正一心称念，求生净土，这就是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这是第三个层次，是最高的。极乐世界的菩萨们道驾慈航教化众生有三个目标，一是令信，二是令行，三是令行普贤道，这是最殊胜的。看下面两句，虽生他方世界永离厄趣，这是说阿弥陀佛愿力加持。对这一句要稍做一下解释，有同修有误解，说佛菩萨既然远离厄趣了，那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肯定就没有佛菩萨了，这是一种误解。这里所说的永离厄趣是说三恶道佛菩萨照样去，但是和众生不同的是，他们去那里不受苦报，就是说去还是去的，但是不受苦报，没有恶受，在地狱里没有苦受，在恶鬼道、畜生道里也没有苦受，身心俱不受，就是永离。三恶道里一样有佛菩萨，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为其说法。那你说如果佛菩萨不示现那个道的身，他怎么能度那个道的众生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会了永离的意思，以为三恶道里没有菩萨没有佛。你们可能因为
这句话觉得他们都不去的，这个都永离了，这是一文解义。三世佛都很冤枉，实际上三恶道里的佛菩萨很多很多，佛菩萨在恶道里示现或者是说法，无论是出家的身份或者在家的身份，甚至于外道的身份，应以什么身说法就现什么身，像观世音菩萨的32应，或要听法，这是视线做影响众，就是来捧场的。我做的各种法会听众之中，也有许多是菩萨再来的，是来捧场的。或现神足，现神足是说在必要的时候，通常很少示现神通的，非必要的时候决定不用。那就是说佛菩萨在必要的时候要现神通，但是在非必要的时候是决定不用神通的。下面两句，随意修习无不圆满，无论视线修学什么样的法门，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接引众生，诱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都能用真诚之心信要求生，发心念佛，这才是真正的圆满。即使是用其他的法门，佛门常讲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就是说先用其他的方法来诱导你，到最后把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介绍给你，让你专修专学，往生不退成佛，这才真正达到圆满。请看下面一段经文，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极致，无不满愿。这是第37愿，衣食自治愿。法藏比丘说，我作佛时，一切众生生到极乐世界，精神、物质、生活所需，如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都能随自己心愿现前，没有不满愿的。无论古今中外，尤其是娑婆世界的众生，都能感觉到生活的艰辛，想要做到衣食无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为了生活常年劳苦奔波。佛法里常说法轮未转时轮先转，如果生活得不到安定，对于修行会有很大的障碍。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于那些常年劳苦奔波人的苦，可能我们没有体会。就像有一句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没有经历过挨饿的人，他体会不到挨饿是一种什么苦，是一种什么滋味。说凡夫啊，毕竟是凡夫，如果明天没得吃，你要说从心理从情绪上丝毫不受影响，那得是有相当功夫的人，普通的人决定做不到。阿弥陀佛对物质生活的供养
设想得非常周到。修行人所需要的饮食、衣服、种种工具、物质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随意即至，都具足。这是助道之缘殊胜，没有欠缺。无不满愿，就是说你所需要的东西，西方极乐世界都有，随念现前，思一得一，思十得十。看下面经文，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38愿，应念受供愿。法藏比丘说，我成佛时，一切生到我国者，如果要想供养诸佛的话，十方诸佛都能应他们的心念接受供养。这以上两愿，衣食自治愿、应念受供愿，如果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取正觉。说到十方，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的是普供。我们在这个世界遇到佛不容易，况且遇到了也不认识，别说遇到佛，就是遇到罗汉，甚至于遇到一位真正的修道人都非常不容易，都很难得，所谓的可遇不可求，哪里能供养到真佛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有机会供养十方诸佛，一尊佛都不会漏掉。供佛当然你就会闻佛说法，必然得到佛的佛力加持。佛为我们说法，佛护念我们，就是加持。愿文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这是修学第一殊胜的因缘。若不是阿弥陀佛宏愿的威神加持，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十方世界菩萨声闻看在眼里，实在是羡慕到了极处。因为什么？他们做不到，极乐世界的菩萨才能做到，显示出极乐世界的无比殊胜。下一段经文，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七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机种、宣说者，不取正觉。这是第39愿，庄严无尽愿。法藏比丘说，我作佛时，极乐世界的一切万物庄严清净，光明华丽，形状色彩殊胜奇特，真正是微妙到了极处，是无法称说衡量的。极乐世界的众生虽然具足天眼，对于国中万物，如果能分辨出它的色彩、形状、光明相状、名字数量，以及能总说出者，我就不取正觉。国中万物是指极乐世界的居住、修学、生活等依报环境。
这一愿说的是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我做佛时，国中万物，这个国中是指极乐世界，万物是总说依报，就是居住的环境、修学的环境、生活的环境。严净是从体上说的，我们这个世间的物质不清净，为什么不清净？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心不清净。依报随着正报转，西方极乐世界佛心清净，凡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地也非常清净，心不能清净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清净，感得的依报环境也是无比的庄严洁净。西方世界的地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是沙土地，刮一点风就尘土飞扬。极乐世界的地是琉璃地，跟我们这个世界绿色的玉比较接近，就是我们所说的翡翠。绿色透明，很稀有，大家都看得很稀有很名贵，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就是琉璃地。西方极乐世界的路面是黄金铺的，黄金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宝贵之物，多少人想得到它，很多首饰都是用黄金做的。极乐世界的黄金相当我们这里的柏油，是用来铺路的。西方世界是七宝世界，居住的房屋建筑材料都是七宝，的确是珍宝宫殿，所以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珍宝本身放光，宝是什么颜色，放的光就是什么颜色，它不但放光还有香气，这就非常奇妙。而且它是柔软的，不像我们世间的珍宝是坚硬的。西方极乐世界的黄金薄的就像丝绸一样，可以用来做衣服穿。七宝之体都非常柔软，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光明、美丽、华丽。下面看形色殊特。形是形状，色是色彩，形状与色彩种类繁杂，不可称量。这个殊特的殊是殊胜，特是特别，不是这个世间所有的，也不是我们的思维想象能想得出来的。穷微极妙，就是微妙到极处，无能称量。称是称说，量是衡量度量。不但我们凡夫没有能力称量，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他们也无法称量。七诸众生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具足七地以上菩萨的智慧与能力。虽具天眼，他们的天眼洞视尽虚空变法界都没有障碍，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机种宣说者，不取正觉。
这几句经文是说，七地以上的菩萨都没有能力完全了解、完全明白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到底有多少种、有多少数量、有多少形状、有多少光彩，是说不出来的。阿弥陀佛说，要是有人能说得出来，他就不成佛。现在他成佛了，说明七地以上的菩萨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西方世界的确是唯佛遇佛方能究竟，即使是等觉菩萨也不能完全彻底的了解。我们常常说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到底庄严到什么程度，我们从一段经文里能略知一二。偶益大师在要解里说，说这个法门，这个经典，只有十方诸佛才能有能力宣扬流通，只有诸佛才彻底明了。九界有情，如果不是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不但你不能说，也不能理解。我们今天能稍稍的明白那么一点点，都是蒙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蒙十方诸佛的加持。看下一段经文，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这是第四十愿，无量色数愿。法藏比丘说，我作佛时，极乐国中有无量光明彩丽的树，它们的高度有的百由旬，有的千由旬，道场旁的菩提树高达四百万里。在极乐世界的菩萨当中，虽然有些是善根劣的，但是他们对这些宝树的庄严都能了解知道。解释几个名词，无量色树是指极乐世界的一切宝树，因为极乐世界的树都是七宝合合而成，光彩明亮，颜色美丽，所以称为色树。由旬是印度的长度单位，有大中小三种。大由旬相当于中国的八十里，中由旬相当于六十里，小由旬相当于四十里。善根劣者在这里是指下下品往生的人。西方极乐世界的树木花草比起其他世界显得格外庄严。看下面三句经文，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树高或百千由旬。这里的经文是说树的数量之多不可计数，树的美丽庄严无以伦比，树的高度千百由旬，现在的飞机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这个高度恐怕从我们地球到月亮还不止。
哪一棵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树可以从地球架一座桥到月亮？这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身相高大，比如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身相有多大？佛经上讲，白毫宛转五须弥，干木澄清四大海。说阿弥陀佛眉心的两根毫毛卷起来，像一个珠子一样，就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不知道须弥山有多大，如果像喜马拉雅山，要是有五倍喜马拉雅山那么大，阿弥陀佛的面孔那比整个地球大得多了。人身高大，如果没有这么高大，那人和树就不成比例了。阿弥陀佛的身相这么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和阿弥陀佛一样，你就能想象到极乐世界有多大，实在是不可思议。下两句，道场树高400万里，道场就是阿弥陀佛说法的讲堂，讲堂周边的大树比普通的树更高更庄严，有400万里。下三句，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诸菩萨就是指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即使是善根最劣的，像下下品往生的人，见思烦恼一品也没有断，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对这些树木的庄严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儿都不迷惑。西方极乐世界的树很奇特，这些树广博普照，因为树也是七宝所成的，有一宝成的，所以金树的根、枝叶、花果就都是金的，有两宝所成的，有三四宝所成，还有无量宝所成的。这里的七是代表无量的意思，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树放光还有香气，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称为香光世界。香光庄严，所有一切物质都放光，人身也放光，它是光明世界，没有黑暗，大地都放光。这也就是世尊说的，光无不照，香无不熏。香光庄严，形色微妙，不但如此，一切万物都能随众生的心，如众生的意，你怎么看美，他就给你现你所要看的那个美的样子。当然这个树也不例外，我喜欢看树是直的，他喜欢看树是弯的，树可以随众生的心自然升起变化。你喜欢看直的，树就是直的，你喜欢看树是弯的，树就是弯的。不仅仅如此，树还出法音，随人所好，你喜欢听什么音声，就能听到树上有音声。天月明空，音乐不稀奇，树还能说法。我们想听无量寿经，树就讲无量寿经。
我们想听华严经，树就说华严经，法音能随众生心，这些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一一庄严都是阿弥陀佛为了教化众生善巧方便变化所作，真正不可思议，这就是身土不二。众生见树闻香，听到法音，自然就开悟，自然就正果，这样的树他方世界是找不到的。请看下面一段经文，欲见诸佛净果庄严，悉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41愿，树现佛刹愿。法藏比丘说，我做佛时，极乐世界的众生想要看到十方诸佛国土的人事物等种种庄严，都能在宝树行间看到，好像从明洁的镜子看到自己的面相一样。如果以上两愿不能实现，我就不成佛。这两愿是指无量色树愿、树现佛刹愿。这一段愿文尤其不可思议，世尊当年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佛用神力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显现出来给与会的大众看，佛灭度以后，后世的弟子高僧大德们有这样的能力的人就不多，隋唐的时候还有，宋以后就很少了，就是能把十方刹土现在众生面前的，就有这种能力的人是非常少了。这一句经文，欲见诸佛净果庄严，诸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在宝树间都能见到，树现佛刹，就像观无量寿佛经，佛一共给我们讲了16观，第4观是宝树观，此诸宝树生住妙花，永生诸果。由此可知，极乐世界的宝树不但是枝叶繁盛，有花有果，因为它是众宝所成，所以它有大光明，光明中化现出床幡宝盖，床幡宝盖数量很多，也是没有办法可以计算得出来的，宝盖中就现出3000大千世界，一切佛事，佛事是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状况，都从宝盖光明中显现出来。后两句又是一个意思，是十方佛果异于中现，这个范围就更广大了。十方诸佛的刹土，每一尊佛的刹土都有十法界，极乐世界特别，它没有十法界，它只有一真法界，是纯菩萨的法界，其他的诸佛刹土跟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大致相同。
有十法界，有六道，有三途。在宝树床幡罗网光明中，就这些个你都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生西方净土，就是生一切诸佛刹土；见阿弥陀佛，就是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西方世界的大众，他们的神通道理，能随意遍至诸佛国土。有许多同修向往弥勒净土，因为弥勒菩萨是下一尊佛，将来要到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有很多人想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做他的大弟子，就像释迦牟尼佛会中的舍利弗、目犍连一样。不少人有这种愿望，一心一意求生弥勒净土，而忽略了西方净土。弥勒净土容不容易往生？相当不容易，请注意相当两个字。要想往生弥勒净土，必须要修定。经上讲，要修唯心实定，因为弥勒菩萨是唯识专家，他是法相唯识中的始祖。唯心实定，要修五重唯识观，就是这个定有五个层次，由浅而深，你能修成了，才有资格往生兜率内院，如果修不成，你就去不了。从前呢，有狮子觉菩萨、无著菩萨、天亲菩萨，这三位是非常要好的同参道友，都是修弥勒净土的。三个人曾经有一个约定，说哪一个人先往生，生到那边去，回来报个信儿。后来这个狮子觉先往生了，去了很多年没有音信。再以后呢，这个无著又往生了，过了三年回来给天亲菩萨报信。天亲菩萨就问他说，你怎么去了三年才回来报信儿？怎么去了这么久？无著告诉天亲说，天上的时间长，我不过是到弥勒菩萨面前打了个转就回来了，哪里知道这个世间已经三年过去了。接着这个天亲问无著说，狮子觉到哪里去了？无著告诉他说，他升到兜率天，在外院遇到了许多天女，他已经被天女迷住了，没有到内院去，在外院享乐呢。诸位想一想，以狮子觉的修行功夫，从外院到内院，没等到内院呢，在外院就堕落了，可见不容易，没有往生净土稳当。这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能经得起诱惑？我们人间的美女不算美，好多人都被迷住了。天女可了不得，那是真美，你有能力不受迷惑吗？一受迷惑就又搞三途六道，多么可怕。换一句话说，你的抗诱惑的能力能超过狮子觉吗？你的修行功夫
能超过狮子诀吗？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到底殊胜在哪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既然就是一切诸佛刹土，难道都率内院弥勒菩萨还除外吗？当然也在其中。何况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后半部是弥勒菩萨当机，弥勒菩萨与西方净土的关系，从这一部经上我们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得出来，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弥勒菩萨天天去听，从来不缺席。你要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看到弥勒菩萨跟你坐在一排，你跟他是同学。如果你跟他说，下课以后，我到你的弥勒内院去玩玩，弥勒菩萨一定是会很欢迎的，就带你去兜率内院参观游览。如果你求生兜率内院，那么你是弥勒菩萨的学生，他是你的老师，你看他的辈分高你一等，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想见弥勒菩萨，亲近弥勒菩萨，要想参访兜率内院，有近道啊。这个近道就是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近道。你不必修唯心实定，那很麻烦，不太容易修成功。就是修成了，要是通过外院，如果你像狮子诀那样经不起类似的诱惑，那就完了，这多可怕。这一段我觉得大家应该听明白了，就是说你要亲近弥勒菩萨，你是要做他的同学还是要做他的学生，哪一条道是近道。这一部无量寿经念佛法门是十方一切诸佛普遍为一切众生宣扬的经典，普遍劝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难信的法门。我们如果能够相信，能够依教奉行，你不仅是世尊的第一弟子，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第一弟子，这个是事实真相。正是下莲居老居士所说的亿万人中一二之，几个人知道，你今天知道，你明白了，你这才知道你是多么的幸运。亿万人中一二之，你居然就是那亿万人中的一二，所以要珍惜呀，要把握住这一生最好的机缘，决定圆满成就菩提。怎么圆满？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决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净念相即，一句佛号贯彻始终，这就成功了。请看下一段经文。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莹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42愿，彻照十方愿。法藏比丘说，我做佛时，所居住的极乐世界广阔无有边际，庄严清净，光明晶莹，像镜子一样，能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诸佛国土。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如果看到极乐世界的光明，都能升起稀有殊胜无上的菩提心。如果此愿不能实现，我就不成佛。看几个词语，广博是广阔无边，光莹是光明晶莹，彻照是无所不照。稀有心指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广博严净，这是说西方极乐世界佛国土广大无边，可以说是无边无际。严净是美好、庄严、干净，没有污染。洁净是指没有污染，这里的污染不仅仅指环境而说，更重要的是说心理的污染，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这些污染已经相当严重了，有时我们自己还不能觉察。这种污染之深、污染之广、污染之严重，佛要不说出来，我们真的想象不到。读了佛经才知道这污染的严重，饮苦食毒啊，我们还不觉知。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在心理上、在环境上，决定没有污染，我们能相信吗？我们没有去过极乐世界，只听释迦牟尼佛这样讲，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不会打妄语，我们相信圣言量。善根福德深厚的人，对圣贤的教诲一点不怀疑，一般的凡夫对圣人说的话喜欢打问号。今天有很多出家人，特别是出家多年的老法师，都不承认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是圆满的，德能是圆满的，称佛万德万能，不过是称赞之词而已，未必是真发自内心的。这就是依凡夫之心测度圣人之境界。净土是清净心变现出来的，心净则土净。什么人的清净心？是自己的清净心，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在因地修清净心，果地上成就了清净土，又接引十方身心清净的众生往生净土。所以我们知道，极乐世界的大众，无论是依报还是正报，都是清净的，没有染污的。我们这一生认定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标，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我们可以相信，但是它的清净纯度我们无法想象。下一句，光莹如镜，这一句
是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纯度的，清净的像一面镜子，这是讲依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山河大地，一切万物放光，光明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这是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光？这个光是心光，是性光，这是科学家没有办法探测到的本性光明。本性就是自性，是变法界的，性德之光当然也是变法界的。怎么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性德之光？佛在大经上跟我们说过，依报随着正报转，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是正报，心地清净，清净心就是真心，就是本性，所以他居住的环境也是性德变现，所以光明遍照法界，法界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不但照还彻照，这是指依报光明之德用，也就是自性的德用。今天的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Thank you.